对你们表现啊，谢谢小王子。2023云南真河杯越野摩托车大奖赛，本北极豹帅哥怎么能不来露一手？刘老师，先来看看战况。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。好了，看看本帅哥怎么上场的吧。哇哇哇！吃东西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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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当然，我们北极豹怎么可能就一位帅哥？我们的新西兰车手 Lucky。可以可以，飞了！哎哎哎！我们的车手小徐同志，李阳做准备，李阳做准备。好了好了，大家也很帅了。动力太强，没控住，接着练车。